嗨，欢迎收看收听喝耶，让大家失望了。对，今天让大家失望了。对，今天有点提不起干劲，因为本节目是以来第一次来的一个棒槌蓝江，What？带把的，怎么这样？一个带把的，吃货列车精神完全被我摧毁了啊！那你干嘛坐在这边？你没办法，又爱吃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是小小的 test 吧？啊，对，我们要试试看，就是能还是有男生的那个效果会怎样？是不是会增加很多女生的粉丝？对，我们也希望在 chat room 里面会有多点女生可以跟大家一起对话。哦，也是，对不对？希望我可以招一点多女性的观众，欢迎加入。来交流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Jacko江慧文。对，那个啊，因为我们这次在渔军，然后就是因为这是一个那个海鲜居酒屋，是，对，然后待会会有一些做海鲜的菜，对，然后接下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那个下酒菜，对，一个是那个居酒屋这里经常会看到的，就是高丽菜，然后这家应该是蛮有讲的。这个对，它叫西欧咖喱，它就是一般我们说咖喱是酱油版的，这个是味噌吗？白色的咖喱，对，一般都会加酱油、麻油，对之类的，但因为这个白色的是它有一个葱味道，我们是用葱白，然后洋葱跟鸡汤去做的，哦，怪不得有种那个吃起来香料的味道，好像感觉。吃过这个东西，但是你一开始讲不出来，说不出来，对，所以比较像高汤的感觉，对，它是像酱啦，也应该像鸡高汤冻，对，它上面这样子哦，这个很清爽，它下酒，因为下酒不想吃很肥的东西嘛，吃这刚刚好。我要吃这一道，因为老板说的，听说这是什么大人的马铃薯沙拉，对，那是大人盘的，因为马铃薯沙拉在日本当然算是比较小朋友会吃的东西，对，上面都是那个鲑鱼嘛，哈，对。鲑鱼跟生的鲑鱼，对，鲑鱼软，像我吃鲑鱼，然后里面有加虾子，就里面有加虾子的腌萝卜。这个马铃薯泥酸酸，然后带点咖喱的味道。对，它有淡淡的咖喱味，而且是后味。对，那个咖喱味是后来慢慢才出来。对，不会说不是很强烈。对，然后这个酸酸的味道跟鲑鱼非常非常搭，这是你自己想的料。其实在日本还居酒屋还蛮流行这一道菜，就是大人的马铃薯沙拉，他们会放各式各样大人喜欢吃的东西，可能培根啊，或者是炸的一些蒜头啊，放在里面，就是这个还蛮下酒的，其实我觉得，对，而在台湾比较少人会喜欢吃这道料。等一下，这两句下来，你们俩印象深刻的哪一点？第一个跑人找的是谁？最喜欢的，就是你觉得还蛮欣赏他的。绝对不是阿诺，不是阿诺，开个玩笑。我最欣赏他的哦，因为我除了第一集是我老婆之外啊，就是、老婆就是老婆啦，其他的，其实我觉得有一个上一次那个天有一个天气女孩，天气女孩，对，以前那个报天气、天气女孩那个优米，就是比较高的那一个，我觉得跟他聊得很开心。对，因为他很会喝，然后就是我夏雨欣也 OK 啊，夏雨欣是有一次就是喝到结束之后，然后我们就一直喝到两点才回去。夏雨欣比较 man， 真的，然后找过素人，真的是素人，就是在路上东区随便找素人。就是老板就能，老板我认识什么没？哎，还不错，然后就来一起了。这痴汉你也知道，这吃货列车，他吃货，吃货列车真的太棒了，真的是。但是那个哦，真的，而且就是大受好评之后，第二次找他来，他就说包青青，就是这个样子。那个这一道是什么？这个吗？这个是我们自家制的烟熏培根。啊，是培根或者松板肉的。唯二的两道肉料理就是其中一个是培根。对，还有一道。真的觉得蛮香的。培根哦。香哎，有那个美式烟熏培根的感觉。对，这道菜如果闭着眼睛吃，会觉得以为不是日式料理。对，有点像，可能大家会觉得可能是外面买的。可是外面买的没办法做后切。对啊，切这个口感。哎，好香哦，好香哦。这边好哎。接下来这道是我们的炸牛排三明治。哇，这家先拍照一下。那个牛排那个粉嫩的样子，对啊，很漂亮。所以这家店唯二的肉料理就是这两个，就是烟熏培根跟炸牛排三明治。还有另外一个牛肉，但它是配海鲜的。OK， 很重，而且它里面全它不是那种比较全部都是红红的牛肉。哦，那这里面是什么牛肉？这是菲力，然后菲力比较嫩，更快的菲力。
Brian 的飞力。有些人会用和牛，和牛当然是最好炸啊，当然，因为你炸全身的还真好吃。哇，好嫩哦，好嫩哦。对，你吃下去你不会觉得是炸的，可是你闻到那个炸的味道，跟炸的那个油香味，但是没有炸的那种很硬的感觉。对，牛肉就怕全熟，熟了就硬了，而且它已经嫩嫩到，这炸的还是酥肥出来的、啊，炸的真的是炸的。真的好好嫩哦！我真是分不清吐司跟肉到底哪一个是哪一个哎，他们就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，好屌哦！超好吃哦！这真的好厉害哦！这个我真的好想来吃一个，真的很好吃，我想来吃一个，好好吃哦！哇，牛肉跟海胆跟蛋，这个看到就立刻高潮哦！这个是海胆牛肉冻，海胆牛肉冻，这个冻饭。整个看起来就像一个五马力，啊，太令人兴奋！我操，这咸肉也太奇怪了。我也是第一个想要夹吃牛肉，而不是因为有沾到蛋。嗯，看到吗？嗯，这是生牛。嗯，这个牛肉跟刚刚不太一样，它外表是那煎过、炙烧过那种比较。焦脆的感觉，嗯，然后里面是嫩的，它很香。下饭，我想要吃饭的。这个配饭，这个下饭。主要是宵夜啦，宵夜如果可以吃到这，算还蛮幸福的。要配饭，配饭最好。超好吃。我就想象我一家，大概有两年没吃饭。是吗？我不吃面。好、啊。嗯，所以你没吃面。就是这样。你没吃饭，我也不吃面包。披萨、汉堡、面包，面包这样吗？完全两年都没有，所以身材变这样，完全没有肥肉。那你啤酒就有淀粉？我很少喝，对，两包。清酒，或者是有时候喝一点 highball， 或者不是烧了。两年没吃淀粉，两年没有吃面包、米饭、面类都没有。刚是我第一口面，第一口饭。天啊，你好夸张哦！那等一下我就想说，那直接第一口饭。嗯，反正饭是味道，我都忘记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嗯，这个为什么它生鱼片上去都会听到啪吱啪吱啪吱？啊，对，这个是啊，一些骨质生的人做的一道菜。因为那个管是热的。对，这是石烧饭，这等于是比较日式的石烧饭。这我可能请我们外场帮你们服务一下。我觉得先把它烫，对，拌一拌它会熟掉，而且有点像鲑鱼炒饭的感觉。这个全名叫什么？这是鲑鱼亲子石烧饭。鲑鱼亲子石烧饭，如果有鲑鱼就有蛋。最近没有酱汁了。对，我们已经有调味好了。好香，好香哦！好，那个鲑鱼软硬在你。把里面一直破掉，因为里面那个咸鲜味一直给你那个盐的海盐的味道。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咸味到底是来自于鲑鱼卵，我觉得是鲑鱼卵，都在鲑鱼卵。鲑鱼卵一直蹦出来那个咸香味。有鲑鱼卵，然后我们其实有调一个酱在里面。嗯，在哪里面？在拌。对，我们在拌的时候，还里面其实还有奶油，还有蒜味奶油。啊，蒜味奶油，对，对对对对对。对，就是我生的把它摆出来，因为它其实吃起来算蛮清爽的，然后把它放在最后面。煎鱼。对，它是烟仔虎，它跟煎鱼很像，它的肉是粉红色。烟仔虎，对，烟仔。我感觉华沙比什么样子？因为我吃生鱼片很怕吃到那种很多筋的。哦，对，我这咬下去觉得很硬，嗯，嚼太久。对，那这个刚刚好。对，这个很嫩，很有嚼劲，不会没有口感。对啊。然后它那个油脂就不会说多到你会害怕。嗯。有的生鱼片吃下油脂很香，对，然后够多，可这个。大概如果说油脂来讲，30%-40%，它比较淡雅一点。对，淡雅，淡雅就比较淡雅一点。淡雅，哦，它有一点油脂，所以它吃的叫淡雅是本节目第一次出现的形容词。不错，这个。你等一下还要喝沙星酒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等一下要喝沙星酒。沙星酒会吃的真的比我还开心是怎样的？我这吃的太开心了。哎，好，那个周先生最后总是会一个，就是优惠那个观众的一个傻逼。
对，就是然后如果你刚刚拿那个，我们在讲到有人一直在吃，你是不是太开心了吧？啊，如果你今天出了声，然后拿影片来给老板看的话，你就可以得到一份免费得到一份刚开始那个大人的马铃薯沙拉，对，就是老板要给大家的优惠，所以那个大家尽量啊拿影片来给老板看，好不好？就这个样子 ，OK。然后今天真的谢谢嘉哥，我一直在吃。你明明等一下还要再吃晚餐的人，你还要吃三星酒的人，然后一直吃不停。大家知道这有多好吃的，对，就是大家可以来鱼君，好不好？鱼君，对，国父纪念馆附近 ，OK。好，那就吃火烈车，下次可以跟大家说再见。嗯，个屁，拜拜，跟大家说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